Good morning, everyone. Hola, amigo. Hola, amiga.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现在是美国的日出，我们在住在达拉斯附近的福尔斯的柏林森。说说美国人的梦想吧。美国人的梦想，它实际上是就是像每天能看到这种自然，这种日出，每天能够平和的生活，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收入。你看这种房子，有一栋这样的独立的独栋的 house， 有自己的后院，有自己前面的草坪。这个房子已经售出了 ，sold， 就售出了。上面是 Gunhan Homes， 这上面就是表示这个房子在德州这边是卖265,000，有好多房间。这个机会没抓住，可以给大家说更多的机会。你看这个房子旁边这一片地，这一片高地都是待售的，都是空的，都是待售的。可以看远处是社会住宅独栋的房子，这边都是一片片的地，已经区隔好了，水电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你来买了。如果对德州感兴趣，对德州牛仔感兴趣，可以和牛仔住在一起。美国人通常会有一部这样的车，这是给植入了硬广告啊，这是也没有给广告费。福特这个车，你看达拉斯 MDW8577， 有这种车，架子比较高。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车，就是这上面是有德州的标志。我们来看德州的蓝红白这个旗帜，达拉斯，这是达拉斯的达拉斯 department， 就是达拉斯这个。然后这个倒车镜，因为它是停在这路边嘛，所以他把他的倒车镜给放。然后他这个通常他的后面会有这个工具箱，很大的工具箱，锁了，这是有锁可以锁住。然后这有桶，这等于他是做装修的，他在做这个房子 off road。 这轮子也很强劲呢。很多中国人到了德州也会买这种车，这种劲很大嘛，看着很足嘛。然后看看这个轮胎，这个胎看着踢一脚很硬嘛。然后这是后面，看这个德州这个牌子，它是两块牌，前后两块牌。通常的那个在加州是前后挂牌，我不知道他为啥是两块牌，别人都是一块牌啊，别人只有一块牌。这是他的钩子，因为他有些时候要用那钩子，两边都有这种钩子，透阳光，透了光线，看到这个光线非常棒。这是后视镜，我们看一下后视镜，然后看后面里面有杯子，做的比较高啊。这是后面也可以，后面有各种工具可以藏在里面，这上面也可以藏。这中间这个玻璃也可以打开，看旁边都是住宅，然后这旁边都是荒地。26万5千可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，美国的居住梦。这次住在美国这个属于八线城市，一线城市你像纽约洛杉矶，这是一线城市。
二线城市，你像这个，像就是一些大的城市，你像旧金山呀、啊、这些，是吧？下来有三线城市，我们这个就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附近的福沃斯，福沃斯附近的柏林森，他们算是博尔森，博尔森一个不起名的小城，然后离达拉斯大概是有50分钟的车程。福沃斯也很大，开车在福沃斯跑也是跑的很长时间。然后这边小城，然后是很多那牛仔生活在这里，聚居在这里，很多老墨，就是墨西哥人，墨西哥裔，他住在这里。他的父亲，是他出生在美国，他的取得了美国这个公民权。他的父母，都是出生在墨西哥，从墨西哥，移民过来，迁移过来。这边有很多的荒地，你看，它是一辆车，一辆这种皮卡，一栋房子，一个妻子，然后生一大堆孩子。这是德州对美国的一种贡献嘛？他的孩子随便生的，一说都五六个、七八个，就像我们那种父母那一代，我妈妈他们家是，我有六个舅。所以就有七个，我爸爸他们也是有兄弟姊妹，有三个。到我们这个，我有哥有妹，也是三个。到下面又变成一个了，我哥我妹我后面下面都是有一个。到美国啊，这政策放开了，可以随便生了，可以随便的生了，可以生很多的小 baby。关键是谁乐意和你一起生，这是个问题，这是个人生的一道难题，需要解决。就像面前这条路通向了光明，但是你不知道与谁去同行，这个是人生的一种关键的问题。我们有时候就会牵涉到，会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会走到人生的T形路口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走，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这时候就需要有朋友，真正的朋友，不是那种酒肉朋友啊，不是那种赌友啊，赌博也能结朋友啊，赌博结着朋友，他们还能结婚呢。我认识有人就是一个中国女的，喜欢赌博，在赌场认识的，还和她结婚了，俩都是赌徒，这家有多少都得败光，这种。什么有损友啊，有什么，我们只希望能够找到那种良师益友啊，去。然后比如说走到T形路口了，然后这边正在准备建一个，这是个砂石场，这边不能走，然后这边呢是个十字路口，走过去是个十字路口，你需要选择方向，选择好方向往前走。人生常常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，看着太阳的方向，还是默默的耕耘走另一个方向。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跨过这个栅栏走进去，走一条没有的路。很多来美国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路可以走，他就最后毅然决然地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，而且是别人没有走过的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就变成了一条路，跨过栅栏，我们就可以走，可以见识到
不一样的风景了，可以见到日出，可以分享美好。你看，小草也是美好的，它也有美好的生活，它在风中的摇曳，这就是它的青春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青春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好，感谢收看我的节目，如果喜欢的话请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评论的话我会及时回复给大家。